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哥啊。今天我跟姐夫到这边云登县的这个叫李家湾村过来，这好像是云登县城的一个影视基地，也是一个民俗村吧。结果我们进来这边铁将军把门着了，我们进不去，我们就到周边看一下。这边到夏天的话应该是挺好玩的，树也绿了，还有一些娱乐的一些东西。冬天的话比较单调一点，我们走看一看吧。现在你看冬天了，这两边的这些树也是叶子掉没了。这个村子是坐落在他们这个，这属于西边吧，西边的这个山底呀。我们一回到山跟前啊，看一下，这个山脉应该属于祁连山脉的一部分。从这边看上去，山上还有积雪，其实挺好看的。